Hello， 欢迎大家回来《侠客风云传》。我们我后来是把那个打赢的啦，我把一些支线任务也没有解，只是把宝箱拿一拿而已。那现在就是要参加那个寿宴吗？叫寿宴吗？不知道。欢迎莅临寒舍，江天雄见过诸位，介绍嘉宾武当派。然后，少林寺、筹建山庄、唐门、青城派、百草门、八卦门、绝刀门、洛阳名捕石捕头、天剑门。长虹镖局、野球门、逍遥谷大弟子、二弟子还有三弟子，不胜欣喜，真是热闹风光啊！江天雄，什么人？怎么不请我天龙教呢？我叫人快滚出去！夜叉，属下遵命。我要控制他们了，那我来打一下他吧。等一下你是扇形的，所以我要站在这里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先控别人好不好？先走到这里，然后吸引你的注意。靠，闪躲了。距离一格，大扇形。好，先用这一招打一下你哈。靠，被反击。来来来来，方云环应该是强的。靠，还蛮废的。被暴击了，要死了。好生了得！我们来了，怎么是他？怎么是他？我先用荆棘好了。荆棘的话，先过来这里。等一下，还是你先过来这里好了。暴击太棒了！那刚刚，来古月勋过来好了，因为你有一个扇形。哎呦，被反击耶！那然后你的话，荆棘站在这里吧。等下，古月勋怎么在那个？被闪躲了，真蛮强的。刚刚过来吧，你就给我打他。打他吗？好像有点浪费耶。等，你已经打完了，对不对？那你的话，你先来打这个。哦，他要死了。那我来打你。太棒了！古月勋在那个在抽搐。是 bug 吧？等下，这是我的人呢。没，是他 bug。是 bug 他不会动古月勋会动了，会动了，就好。那古月勋先，等下，你先过来这里好了。连击！等下，我是霸体吗？他怎么一直好像要反击我？直线又被反击了。那荆棘的话，
荆棘继续站在这里吧。暴击，那我的话，我在这边，好像毒死他了、欸。好啦，你就休息一下吧。有师兄在，帮我挡一下。荆棘的话可以，等，他可以站在这里。好，一刀砍你们。欸，他会自己扣血。你先过来好了。欸，等，不要，不然古月轩先过来这里吗？还是你没有？欸，你剩这里而已。好。欸，连击耶，反击。刚刚过来，然后暴击太棒了，那就用这个扇形。哦耶，打赢了。原来那小子是逍遥国的，真有趣。港小侠，欸靠、啊，我要跟他打、啊，无耻！该不该反击？我不要反击啊！我干嘛反击？欸靠，一下就死了。竟然发生这种事情！欸靠呵呵呵，靠，我怎么这样子呢？我先存下面好了。不过那个夜叉我应该打不赢啦，因为我的体力没有很好。那我现在要来闲逛一下好了啦，不判。身上的剑不错哦，就配你也拿。有能耐的话，刃剑呢，我可以帮他一下啦。欸，但是我不太想要道德，但是我又想跟他做朋友。哎，休息吧，你在后面好了。我觉得刚刚那个有可能也是那个运气不好吧，那一打暴击一下1600，哎，打，哎，等一下，我比较好奇的是我现在的武器是什么，我有点忘记了，哎。10个回合，我感觉打不完呢。好，来，哦耶！哎，连斩呢？我不想站在他前面站了，应该站后面才对。你可以站到后面吗？可以。我原本想站这一个，那你可以了。欸，没有暴击。来吧，换你了。你也太棒了。可恶，给我记住，多谢你的帮助。欸，神剑令，欸，什么？欸，我比较好奇我现在装备的，
是这个啊，所以啊，我这样还是很废，这样不行。挑水、打扫、洗，砍柴好了，砍柴是硬功吗？刀法、套路，没有没有硬功磨墨、短柄套路，没什么屁用好啦，休息啦。练功如何啊？要打架我也一起来，所以我要打赢他们，还是我要撑呢？八个回合，休息。他们打，哦哟，他们自相残杀。我先往前一点点，反正等一下我怕我过不去，八个回合而已。应该打不赢吧，除非他们的血剩很少。哎呦，二师兄要死了！在你走之前，赶快把他打，扣多一点血。好吧。靠，他霸体，还好我闪躲掉。来这边，你还是霸体吗？好像是不是了，连击，你看大师兄就是爱连击，6个回合。那再连击我就死了。靠，我死了！差一点呢。二师兄死的太快了，冲个凉吧，我们走。我悟性要爆了。内力差得远了，那是丹青前辈。二师兄那些图画什么？当然是各位啦。前辈真是好雅兴，我都没有脸了他们都好开心哦，而且好像被欺负的小孩子。我发现了，二师兄在前辈画里都没有穿衣服。莫非二师兄是暴露狂，逃打不成？已经打了好不？说什么好像什么屁似的。画送给你们吧，你还不打算穿衣服吗？哎呦，说什么怪癖一样，几把衣服穿上吧，会着凉的。哼，真啰嗦，这个暴力呢，这话该怎么是好呢？谁要看男儿裸体，你自己收着吧。咱们回去吧。等等，我对男儿裸体没兴趣啊。我去闲逛啦。湖畔森林，救我！听到有人求救的声音，姑娘你没事吧？是剧毒。西，拜托你，我的道德有减少吗？像连我也中毒了，救命啊！这是神医前辈的家，是哪位高人济姑娘呢？身边可没人啊。难道会是他吗？是我这样选择就是错的，不能太色。我的医术是怎么样啊？因为我之后想要再重新搞一下。我的医术是21，好像也不低啊。生产一下吧。挖矿，现在按不到，常常按不到。有时候就很灵敏，有时候完全没有反应。
我就知道他有那个白白的才算才可以打啦，只是说有时候你滑鼠过去他就已经没啦，可是我还是有按到的啊。我觉得他这个音乐是还蛮欢乐的啦，跟采矿好像没什么关系。硬功提升，哎，好了都不行。要去闲逛一下吧，森林。哎靠，要打了哎。是那个野球门的那个吗？吹雪偶尔要那个花，走你的吧！皮肤都是紫色的，该不会是鬼吧？肯定你是鬼，阿力有危险，模仿熊。哦，是出现山头熊，快跑！吓死了！哎、欸，所以我这个是错误的选择，又选错了。我没关系啦，给大家看一下不一样的。因为反正我知道，应该网络上很多人都会点到正确的吧。像我自己看的，以前看的也是点正确的、啊。这个我要专心一下。看看我能不能破十级，啊啊！这次有比之前好一点点啊。靠，这样也按不到。没想到去生产还是开心的哎、欸，所以有东西可以玩吗？哎，不行，闲逛了，返回休息吧。好像有客人，花痴种的花就过奖过奖。谁家的小妹妹花痴，花痴妹妹，花痴年纪都可以当你妈了，完全看不出来。对啦，是没错。对不起，洛阳花花卉一枝独秀，跟他学一下。什么事？明年的牡丹花卉还有特别的奖品，我以评审资格出席，我不参加，换换角色也不错。注定要错过了，港儿不如你去参加吧，就学一下种花，牡丹花花苗送给你，只需要好好用心照顾。讲起花变了另外一个人，该唱歌，放一朵小花啦，什么歌声，还是快走吧。然后我的花，先去闲逛一下好了，湖畔，好感减少，哈哈。哇，都在练穴位，这是谁呀、啊？傅剑寒，七星聚会，青城派，并非故意偷学的，看了几秒就学会了，深入结交，酒瘾犯了，我们去喝酒吧，又减少了。客官要点什么？麻菇，喝不喝？喝，来喝，我干干干再干再干再干，好感增加20点。生产吧，先来照顾花，浇水，
施肥、除虫。哦，牡丹花提升50也太快了吧！休息一下吧。那我今天继续照顾那个花。这样的话是怎样干了浇水？继续浇水吗？真的有了，有牡丹花了。那我现在来学内功吧，逍遥心法。剩两顶可以打一个杂泡茶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到这边结束吧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